北京大学音像出版社出版，《博雅汉语初级起步篇二》，李小琪主编，徐晶宁、任雪梅编著。第二十课，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。 有一年寒假，我和爱人去欧洲旅行，经过罗马的时候，一位朋友带我们去喝咖啡。那是一个美丽的清晨，我们跟着他穿过一条小路，石块拼成的街道非常美丽，走久了会让人忘记目的地，以为自己是出来踏石块的。忽然，一阵咖啡的香味儿飘过来。 不用朋友说，就知道咖啡店到了。咖啡店不是很大，但是客人不少，三三两两的坐在桌子旁边，一边喝着咖啡，一边聊着天儿。我们也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来，服务员给我们拿来小白瓷杯，白瓷厚厚的，我捧在手里，忍不住惊讶地说：“咦。” 这杯子还是热的呢。服务员转过身来，笑着说：“女士，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。是的，好咖啡应该放在热杯子里，凉杯子会把咖啡变凉，香味儿也会淡一些。其实，好茶、好酒不也都是这样吗？” 不知道那端咖啡的服务员要告诉我什么。我愿自己也是香香的咖啡，认真仔细地放在一个洁白温暖的厚瓷杯里，带动一个美丽的清晨。词语表：寒假、爱人、经过、美丽、清晨、跟。 穿过石块，拼街道，目的地，踏，忽然震，飘，三三两两，词后捧，惊讶，咦，转身。 凉淡端愿认真仔细洁白温暖带动专有名词欧洲罗马。